大家好，今日是3月30号期指结算日。今日上升的板块是十分之多的，普遍都因为是俄乌的是困局呢，似乎是有了出路。那么我只是讲就是暂时搬起一下啦，对于乌克兰总统我是没什么信心的。今日上升的板块是十分之多，咁啊多到就系唔升噶啦，只系得咪石油及天然气啊，咁好简单啦，黄金啦，咁啊纸同纸出制品啊，同金矿矿石啊等等样嘢，咁呢啲都系由于呢个系战争物品，咁如果一冇打仗啦，咁就呢啲就冇得要啦。